健康的。来哈尔梅画眉，看看各种小样。有村待久了，回国看什么都很新奇。这个店一共有三层楼，化妆品、护肤品、香水、香氛、洗护用品，这里都一应俱全。这种香水小样特别适合我这种用不完正装的人，或者贵价香水只想试试的。店里还有很多香薰，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护肤品小样，出门旅行携带起来很方便。看到大家都在用手机拍什么，看了半天才知道是武康路小公主。来到对面的野兽派逛逛，一直只能在网上盲买的我终于能试闻了。又闪现到了徐汇区，只为尝一尝这冠军手冲。这还是我在上海这几天第一次让我先闻粉的。虽然老板不在，但店里的小哥哥也很专业。喜欢自己做咖啡，但也喜欢看别人做咖啡。小哥哥会很耐心的给你讲解你选的豆子，而不是简单的给你一张卡片介绍。尝试了极光庄园的水洗龟下，却莫名被种草了这个杯子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